讨论一下这样的一个刮刀技法，没有任何的包袱啊，或者说是咱们必须要画什么一些作品啊。想看黄山一棵松的同学呢，聊天区打上一个数字一啊，并没有任何的构图，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课前准备啊。老师呢就带着同学们，咱们课上啊，来一起画到哪儿，咱们说到哪儿啊。我准备一些长的一个颜料，不想看看山海啊。咱们确定下来呢，咱们就这个。就确定下来吧，我看看怎么能尽量的满足同学们的一个所有的一个要求呢？啊，能不能满足啊？想着老师太理想化了，其实教学就这个样子，老师呢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一个要求，包括什么呢？其实啊，同学们的审美上也是有所不同的啊，包括有些同学呢可能喜欢花，有些同学呢喜欢风景，有些同学呢甚至说喜欢画一些这样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吧？但是呢，同学们能够体会到的一点就是啊，向之老师呢，这个教学上我是尽可能的能够满足同学们的一个需求啊，我就尽量的来满足。梵高的星空啊，梵高的星空呢，后面要教同学们去画的，这一节课也画不完。我的这张梵高的星空被谁给拿走了？一般都是挂在这儿，对吧？被谁给拿走了？雪山，我想一想啊，想一想，我们完成一张什么样的一个作品？你看蓝色的一个背景，我们现在呢是蓝色的一个背景，远山啊是一个雪山，近处，近处石头啊，石头，海。山啊，行，向真老师呢就不把这张作品啊当成一张完整的作品去画了。我们呢，同学们想看的一个任何的一个技法呢，老师都想办法给它呈现在一张画当中，行不行？行不行，同学们？咱们这样啊，这张画呢算是和同学们一起创作出来的。有山，有什么呀？有水啊，还要有迎客松，还要有树。你看，像这样的一个作品多难呀，多难呀！我来试一下啊。首先呢，这个远山我们可以用上一个深蓝色。很多同学还想看一些远处的这个远山啊，远山呢，我们肯定是要用深蓝色了。这个天空是没有任何的渐变的啊，所以呢，我就只能用远山给它呢切断了。这样更好啊！好，稍微我用白色加上点蓝色啊。同学们没有抢到名额的同学，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定名额啊！因为今天下课以后，这些工具材料要优先的给同学们进行登记了。到时候登记到你的时候没有了，那么也就没办法发了啊！现在呢，只有200套，只有200套。好，稍微用一下画笔啊，把这个天空呢，可以刷出来一些这种所谓的渐变层的关系。还是一个竖幅的一个构图啊，如果说呢，这张画呢已经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横幅的一个构图了，加上点云吧。加上点云。好，加上点雪山。已经报名成功的同学呢，可以在聊天区啊打出后期的一个已报名。我看到很多同学呢，这个报名成功了，还没有打出已报名啊。打出已报名的同学呢，聊天区打出已报名，后台帮助老师呢会再帮助你手动的再去登记一下啊。因为所有同学呢已经报名了以后呢，都会给同学们做登记的，但是呢也会给同学们呢这样手动再去登记一下啊，这样同学们的一个信息就万无一失了。好。
只能够这么去画了啊。我就把它呢当成一个片段的一个画布。那么在当中，同学们比如说想看画这个雪山，我就给同学们画雪山；想看画这个，想看我们画石头，我就给同学们到时候画一个石头。因为没办法改背景啊。好，那么把这个两组这个属于山脉啊山川部分我们铺出来了以后呢，抓紧时间用这个画笔，哎呀把这个边缘处呢扫一扫，柔和一点啊。因为到了后期呢，咱们用刮刀，虽然说用刮刀绘画啊，但这个刮刀呢需要和其他的一个工具呢结合起来，这样呢才可以啊。你要是单纯的用刮刀去画的话，那就是需要我们对于刮刀的一个掌握必须要和画笔呢进行相应的一定的结合。好，先铺上一个这样的一个颜色啊，然后再用白色加上这种浅蓝色在这个所谓的一个山脚下方铺刷点这种云雾吧。简单一点啊。扫一扫，这个用刮刀来进行画这个山，就是用刮刀直接呢铺下来。同学们手中的这个刮刀可能不太好用啊，所以呢画起来呢比较的难受。雪山，你看近景处画海就比较难了，因为不可能再去画海了，因为你再去画海它就不算是远山了啊，就是因为这个焦度有点像无人机站在飞机上看的那个焦度啊，你甚至有点像这种黄山的这种高度。那么这个山上的呢要有雪，对吧？雪呢就是白色，白色适当的笔尖上可以有上点黄色啊，非常的少，很少量的，还是以白色为准。我们呢放大，先不要太白啊，大家注意看我这块不要太白，先稍微有上一点。再小一点，刮刀再小一点。再来点白色，好，这个是属于山头的一个部分啊，简单的来给同学们演示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法。报名成功的同学呢抓紧时间打出已报名啊。支付不了款的同学找咱们的班主任老师去登记一下什么呢，登记一下名额，你先把这个工具的名额先给他占住，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把工具的名额给他占住。你说让班主任老师呢先
给帮你登记一个名额，哪怕是他现在去仓库，对吧？找这个纸箱子，先写上你的名字啊，先写上你的名字都可以。同学们呢，一定要找班长老师登记一下名额啊。晚一点报名，不是说咱们过十分钟以后就报不了名了，而是呢，过十分钟以后，咱们的这个工具材料有可能就没有了。那我为什么在远处这个山脚下方铺了点呢？因为你要是不铺的话啊，这个山头的层次就会减少，稍微铺点白色和这个山对着就会好一点。然后呢，下面这个地方呢，就像是同学们所说的啊，画这个山的话，画这个石头，画这个海的话就不是太现实了，因为这个高度已经决定了，对吧？我们稍微的来上点棕色，加上点黑色。好，涂上点黑色啊，加上熟褐色。这张画呢，同学们不用模仿啊，这张画呢不是教同学们去画的。用黑色，对吧？加上这种棕色，然后现在呢，我们用棕色加上淡黄色，稍微再加上点红色，看看再来点白色。这个就相当于是近景处啊，这个黄山的这个石角了，观景台长迎客松的这个地方。右侧呢，用这个颜色稍微加上点云彩，天空的一个颜色啊。刮下一些这种层次，石头，飞来石啊，对，非常好啊，老师刚才想不起来这个名字了，飞来石。像吗啊，感觉，因为这个东西随机性比较强啊，咱们这课程时间限制，包括咱们的一个工具的限制，必须得用刮刀，必须得画这个题材啊，老师呢只能这么着去画了。包括这底下如果说有一些云，那就太好了啊。画框这个东西啊，你什么画框都可以，甚至用一些废弃的这种画框啊，那就太好不过了。废弃这种画框啊，都太好不过了。来棵松树吧，工具啊，老师呢都帮助同学们备齐了，需要同学们做的呢就是咱们需要同学们做的啊，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抢定咱们的名额，并且呢同学们登记入学，而且啊需要同学们呢到时候准时来听课，老师呢会把技法慢慢的都教会给同学们。好，迎客松的一个树干，迎客松的树干啊，树干的一个亮面呢白色，
右侧呢是亮面。我想想啊，迎客松的一个树枝呢是这样式的啊，全用刮刀。什么时间开课啊？同学们呢先去登记入学啊，登记入学，根据同学们这个时间，很快就会安排同学们上课了。我记得迎客松好像是这块好像两个叉吧，没有记错，两个支叉，左边呢有一个叉好像快坏掉了啊，我也好多年没有去过迎客松了。用这种刮刀去画呢，这种技巧上呢也会更贴合老干这种苍茫的这种感觉，苍硬的这种感觉啊。画上这些都是枝干呀，对吧？我们在上头呢画叶子，我们在上头画叶子啊。好，画叶子之前呢，我们先飘上点仙气腾腾的这样的一个，愿意叫它云雾啊，咱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云雾。这个也是用刮刀去画的啊，老师呢只不过用画笔呢往下面去掸一掸。因为必须要加右侧，要不然这里呢哎呀，这笔尖怎么沾上灰色了。灰色咱们不要管它啊。好，我们把这个叶子咱们给它画一下。叶子呢咱们也可以用这个所谓的先用这个重色，你比如黑色啊，点一点。这是迎客松的造型吧啊，有没有咱们对迎客松比较熟悉的，对吧？迎客松呢，它的一个经典之处就在于它的一个枝干是往外侧伸的。先用这个深色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呢加上点绿色。注意这个形啊，大家注意看我画这个形呢，它是弓着的，像是一个弓一样啊。像是一个弓一样，因为这个弓的话，弓出去了以后呢，它的这个力量感它会更足。千万不要把迎客松的画的那就是弯腰，对吧？你欢迎客人站的笔直，把手呢伸出去啊，有诚意一点，对吧？好，加上点这种重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上点绿色，这个迎客松呢就慢慢要成型了啊。刮刀呢擦干净，好，来上点绿色。绿色加黄色，稍微再加点红色。用刮刀去画呢，只能够画的这种厚度感啊，是比较强烈的。
好，点上这个绿叶了之后呢，我们再点上这个黄色。所谓啊，有点这种植物吧，因为没有画笔，只能用刮刀这么去画了啊。这个就是咱们我简单的去创作了一幅这样的一个迎客松作品啊。这也是应当同学们一个要求，大家又要看山，又要看树啊，又要看石头。这个云呢，笔尖上蹭了点这种黑色啊，如果没有这种黑色的话，因为受限于这个背景，它已经打好了一个背景了，这个白色已经用完了啊，不知道能不能盖住了。稍微盖一盖啊，这个树呢，简单的给同学们演示一下，对吧？非常的简单啊。其实呢，同学们只要掌握这个刮刀的一个技巧，它是很简单的，而且呢，效果上啊也非常的强烈，同学们可以，比如说侧面的，我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大家注意看这个表面，而且这种刮刀的这种质感。干了以后能够触摸，尤其是到了后面啊，向哲老师要带同学们用这种石英砂，这种石英砂配合着这种丙烯颜料，会使画面的这种粗糙的这种感觉，肌理的这种质感呢，要更加的壮观一点啊。这个表面呢，用这种刮刀反复的在上头这样去点呀，就很容易模拟出来这种松皮的这种质感。这个是画呢，它也能画出来，但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甚至可以塑形这种松皮的质感，对吧？你看这个树根这里，对吧？不要截图了啊，这个呢不要去截图了，因为这个不是咱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对吧？只是满足同学们的一个大家的创意的这种思维，这张画是同学们创意出来的啊，老师呢并没想到过说要画一个什么迎客松啊，底下呢这块还弄脏了，我现在没有白色也就不再去弄了啊。好，那么想要截图的同学呢截图一下吧。好，那么今天这节课呢，老师主要带同学们画的是这个玫瑰花啊，主要带同学们画的这个玫瑰花。你看这个玫瑰花呢叫做三分画七分表，你现在呢又看它好像是又和这个之前的味道又不一样了，这就是这张作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魅力。它不是像这个写实的绘画一样，你什么时间看到它它都是这个样子，而这种作品呢，你今天看它它是一个样，明天看它又是一个样，你会越看它会越喜欢，甚至说你之前觉得画的不好的地方，现在呢你一笔都不想去动啊，包括之前的你觉得没有画这个形你画的不好啊，或者是这里的呢某一笔画的不好，但是我觉得某一笔又好像是恰到好处的这种感觉，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啊？越看呢好像是越有味道，所以呢这个就是咱们的抽象表现绘画的一个它的最大的一个魅力。它的魅力呢不是固定的，而是每一天它会呈现在同学们的欣赏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慢慢的慢慢的它的美啊会浮现出来，会浮现出来啊。好，关于玫瑰花呢，后面啊，因为这张画呢，我并不是目的让同学们学会刮刀作品，因为刮刀画呢，它需要我们后面呢，慢慢的进行给同学们进行讲解，对吧？那么关于咱们这个课程呢，我就再给同学们再来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课程呢，整体上的一个结束，还有一个内容，包括时间安排上啊，咱们一个课程的一个，稍等一下啊，哎呀。还有没有没有抢到名额的同学？没有抢到名额的同学呢，抓紧时间了。
好。首先呢，这一次所有用的一些工具啊，咱们前200名报名的同学都能够免费获取到，因为有些同学登记的早，有些同学登记的晚啊，赶紧抓紧时间抢定咱们的名额。后台班主任老师呢，正在给同学们一一的进行登记啊，同学们只要抢定好名额，就可以登记咱们的一个工具了，就可以登记咱们的工具了。而且这一次呢，不仅要带同学们画这种装饰绘画，还要带同学们画三幅名作啊，名作。梵高的、莫奈的，梵高的有两幅，莫奈的有一幅最经典的睡莲，梵高呢也是有一幅最经典的星月夜啊，最经典的星月夜。你像光这一幅作品，你要去买的话，你390元根本就买不到啊，根本就买不到。光是手绘的作品你都买不到，更别提一些印刷的。印刷的东西咱们也不想去要，对吧？一定要自己完成动手去画一幅这样的一个星空。这个呢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老师呢愿意带同学们画一些这种世界名画，而且呢会带同学们画你像类似于"向阳花开""七彩缤纷"，还有咱们的惊涛这种巨浪，对吧？画出来非常具有这种装饰的效果，而且呢，这种浪花那种姿态，它是非常生动的，不像是我们平时拿画笔去画的，它是平面的，而且这一次呢，它是立体的这种效果，立体的这种效果，还有包括你像这种玫瑰花，还有这种人物，还有。这样的大的一些装饰的金桂牡丹这些作品呢，老师都要带同学们去画，对吧？这些画呢都在老师的手里面啊，可以给同学们看一看。你像这样的一张作品，它呢从侧面看起来它是反光的，因为我们用上了一些特殊的一些颜料。这些颜料呢不和咱们我今天用的颜料和这些颜料不一样，它是可以反光的一些颜料。而且呢，像这种立体感，我们是怎么画出来的？老师要教同学们一点一点给它完成啊。这个层次呢，这可不是我们平时的一种调色，老师要带同学们一层一层这么给它完成，非常漂亮一张作品。因为我还没有装裱呢，装裱出来以后呢，它会更加的漂亮。尤其是家里面要挂这种装饰绘画的话，尤其是对于油画来讲，它呢不需要画面内容很多，不需要颜色非常的丰富，有的时候呢，它就是需要这样一种冷调的这种美感。啊，需要一种这种冷调的这种美感，而且呢，后面的这些作品啊，老师呢都提前发给同学们了，对不对？这些作品呢都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呢，同学们你要去买这些装饰绘画呢，很多的一些风格啊，它都是用的同一个技法。你比如刚才画的这个花卉，后面呢很多的一些技法呢，沿用的都是这么一样的调色、一样的用笔的技法。你学会一幅啊，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好不好？这个就是咱们后面的一个课程啊，虽然带同学们画这12幅画，但是理论上来讲呢，同类型的，你比如说刮刀画你会了，肌理画你会了，甚至说一些装饰绘画你都会去画了啊，都会去画了。这个呢，相当于是带同学们学习咱们装饰绘画的一个技巧。而且呢，咱们这一次的讲解啊，是精细化讲解，老师呢会在课堂上呢带着同学们进行学习，然后呢。咱们每一次的一个学习啊，大家呢上课老师会教着同学们进行学习，并且呢，像工具材料，老师呢也会给同学们进行讲解啊，会带着同学们进行讲解，完整的一个演示过程。课下呢还有回放啊，你像这样一张作品呢，咱们放大去看的话，它的层次和细节是很多的。那么在这儿呢，就会有一个问题，究竟是先上色还是先做肌理？是先做肌理还是先上色？对吧？那么这些。东西呢，老师到后面呢都会教同学们怎么给底子做肌理，怎么用刮刀去雕这玫瑰花，怎么用刮刀去画这种山，怎么用刮刀去画浪，怎么用它来画向日葵的花瓣，对吧？这些呢，每一个不同都是后面会对应着不同的一个刀法，是不太一样的啊。好。没有问题的同学呢，可以呢抢定好名额的同学啊，可以呢在聊天区打出已报名。装裱课啊，老师可以给同学们讲，可以给同学们讲这个装裱非常的简单啊。那么第一节课我送同学们一节装裱绘画精品课，然后呢又给同学们讲工具，又给同学们讲装裱，好不好？同学们，我送同学们一节这样的一个课程，没有问题的同学呢，抓紧时间打出已报名，打出已报名。然后呢，咱们。这个多少节课啊？一共呢算上来，一共呢是13节课，12节是作画课。老师不是说要给同学们讲一节工具课吗？
当然是零基础能学的，就是针对于零基础的学员，因为很多同学呢可能学一绘画呀，并不是为了要这个成名家，对吧？就是想画一些这种装饰，就漂亮又技法又很多的一个审美的一个作品。老师呢，这个作品是针对于零基础的教学啊，零基础教学。为什么这一次呢？老师有工具也送给同学们了，对吧？因为很多同学也都知道，这样一个工具材料呢，自己也都可以去买。你像沙子呀、石英砂呀、刮刀这些东西呢，你自己稍微有一些基础的同学都可以自己去买。自己去买的话，你花上个100多块钱，对吧？那么这一次呢，老师也给咱们同学们正好有工具。好。没有问题的同学呢，抓紧时间抢定咱们的名额啊！已经报名成功同学呢，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把这个截图保存啊，截图保存。等会儿啊，我给同学们调出来，在哪儿呢？在这儿，你把这个截图啊发给班主任老师啊，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好不好，同学们？不是右边的这张图啊，同学们要截图呢，你就截图这些图就可以了。我把右边的这个呢去掉，这样。这样啊，因为文字叙述呢会条理化一些啊。到时候需要同学们准备的呢就是画布，因为我不知道同学们需要多大的一个画布。你家里面呢有可能你是需要一些大尺幅的，有些同学呢可能上课只想跟着去练，所以每个同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画布的话，同学们呢在课前你随便去网上买一些就可以了，非常的便宜，对吧？那么具体呢，你像是比较难买的就是颜料，同学们比较纠结啊，说是买这个颜料好，买那个颜料好。老师呢先送给同学们几管颜料，到时候你用完之后按照这个买就行了。然后呢，这个石英砂，对吧？同学们不知道买多少木的，我会给同学们送出一个40×60的，然后呢80到120的，你就可以呢先用着这些石英砂，就足够我们后面的一个使用了，不需要额外去买了啊。因为这个东西很沉，你看一斤的话，一斤呢有足足这么多。因为这个东西呢你平时你还不太好买，但是呢你真画画的时候你想用上面一点的话你又找不到啊，找不到。课程是我亲自给同学们进行讲解的，所以呢要讲的要细一点点啊，讲的要细一点点。没有问题的同学呢赶紧去抢定咱们的名额啊，因为课程时间实在是有限，一会儿呢我关停咱们的课程，同学们就抢不到名额了，好不好？没有抢到名额的同学呢抓紧时间抢定名额。再给同学们10分钟的时间，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会在直播间里面呢等待着同学们。没有问题的同学呢下课以后找班主任老师呢抢定咱们的名额。工具材料我会单独的给同学们上一节课进行讲解的啊，进行讲解的。理论上来讲没要求，但是呢像这老师要对同学们来讲有一些要求啊，什么画纸老师要给同学们讲一讲，对吧？画框同学们怎么去进行选择，你要做这种装饰，你要上墙的话，你画纸的话就不建议了，因为后续呢我们要用这种石英砂，你要用石英砂的话需要你用画布了，因为没有画布的话你承载不起来，你过几年就掉了。老师呢教同学们一个配比，这个画布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啊，这个非常的坚固，甚至说你能手抠你都抠不掉，因为这个配比是非常关键的。你要不然你这个配比，比如说石英砂多了石英砂少了，颜料多了颜料少了，水多了，对吧？这些东西呢你如果说没有配好的话，石英砂呢短时间它没事，长时间呢就干燥了，尝试进行干燥了啊。没有抢到名额同学呢，你现在，我现在再给同学们谈一下咱们的一个课程啊。点击咱们的一个链接，或者呢同学们可以点一下我们的一个链接啊，点进去以后呢会支付咱们的一个399元，就算是抢定好咱们的名额了。好，实在抢定不了名额的同学呢，找咱们班主任老师啊，找咱们班主任老师。下课以后再去找，因为现在班主任老师都特别的忙，没关系啊，只要抢定好名额的同学，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大家放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可以呢把这个截图保存一下，刚才我给同学们看的这个东西，截图保存一下。同学们这块没有问题了吧？没有问题的同学，聊天语打成一个数字一。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九点半左右进行下课啊。那么关于石英砂呢，怎么来进行清理？大家记住了，后续呢在调色上，咱们用多少取多少啊，用多少取多少。那么已经，比如说这个石英砂呢，颜料上呢，没有用完的同学呢，你可以把它和到一起，然后找一个密封的一个小盒，你给它装起来。那么只要是在保湿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它就可以存放很长的一个时间。你在下回你想画一些这种装饰性的作品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呢往上面去堆，往上面去用啊，因为它可以做这种肌理。它可以做这种肌理，尤其是同学们比如说画废了的一些作品啊，画废了的一些作品，画废了的一些作品呢，同学们都可以用这种石英砂肌理来进行覆盖，因为你用厚涂的一些形式，你用刮刀形式呢，很容易就可以把画面呢给它覆盖上，很容易就可以给它覆盖上。太阳同学不用着急啊，不用着急。那么这块呢，我可以怎么样啊？联系，帮你联系一下班主任老师，因为很多班主任老师呢，可能不知道，说是这个课程没有说要赠送这些东西啊。三人老师只是课前有200套，所以说我给同学们，很多班主任老师可能不清楚啊。我下课以后呢，你把这张截图呢给咱们老师去发送一下就可以了啊，发送一下就可以了。好，同学们没有问题了吧？没有问题的同学呢，抓紧时间抢定咱们的名额，因为我看到名额实在是不多了。没有抢定名额的同学呢，抓紧时间。灰色的花给截个图啊，咱们的范画呢，班主任老师手里面都有啊，咱们的班主任老师手里面都有。这些范画呢，都是我们后面要进行画的一些范画啊。比如说刚才给同学们提到的这些啊，只是一部分，我们一共有12张作品，而且呢老师后面呢给同学们也来讲一讲这种装裱，对吧？这个画框如何呢和这个画布啊衔接在一起啊，衔接在一起啊。好，你像后续呢，比如说大家也想画一些其他风格的一些装饰作品，你会画大海了，你像这同类型的一些大海咱们都会去画了啊，包括同类型的玫瑰花咱们也都会去画了。还有你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格，无非就是把颜色一换，背景呢一换，这种样式呢同学们就可以上网上看的一些作品啊都可以去画了。包括这种玄关性的装饰画，其实呢同学们通过我这一节课的讲解，你再回过头来再去看一看，其实他就会发现非常非常的简单。包括用我刚才也拿这个石英砂啊画过这种千里江山啊，甚至说画一些这种中国风韵的，还有一些这种厚涂装饰风格的这些作品呢，都可以进行绘画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同学们呢举一反三，完成咱们装饰绘画的一个学习，对吧？这些画呢，大家以后呢就不用去买了，自己动手都可以进行绘画了。因为这个装饰绘画呢，需要的一些技巧需要的一些技巧和这种工具呢，它有可能在我们传统的绘画当中呢并不涉及，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些现代所研究出来一些更新颖的一些技法，你比如说刮刀和石英砂，传统的时候是没有这种结合的，对吧？那么现在呢，它属于咱们常规性的一个绘画的学习，而且这些技法呢，咱们这一次集项呢，把它汇总在了一起，给同学们进行讲解。好，没有问题了吧？范画可以提前给到同学们呀，下课以后呢找班主任老师啊。但是呢有些老师可能现在呢手里面没有这些资料啊，同学们这一两天的时候呢都会陆续的给同学们发一发。尤其是其实呢同学们拿到这些范画啊，你课前收到这些范画就可以了。好，没有问题了吧？没有问题同学就可以离开了，然后领取到咱们的一个听课资料，可以领取到听课资料。今天的一个礼包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刮刀作品礼包了，刮刀画。下课以后呢，就可以领取咱们的礼包了。所有同学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退出咱们的课程了。我这里呢，在等最后4分钟的时间，我这里就关闭咱们的课程了啊。再等4分钟的时间就关闭课程了。没有支付成功的同学呢，抓紧时间，应该还有机会啊。同学们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凡是支付完定金的同学呢，支付完全款的同学399元，找班主任老师登记一下这个工具啊，说是200套，但是呢我手里面是有230啊、两百
230套，如果说呢超出这200套的话不多的话，相知老师呢会给同学们再补发那么一两套，这个呢都不成问题，但是同学们一定要在课上抢定咱们的名额，这个是关键啊，因为你错过下课以后呢，因为很多班主任老师呢可能不知道有这么工具这个事儿，到时候你再报名的话就有可能没有这个工具了，一定要在课上抢定咱们的名额。没有领取口令啊，只要是听到现在下课以后呢都可以找班主任老师呢去领取咱们的听课礼包。好，没有问题的同学呢抓紧时间咱们去领取礼包去吧。没有抢到名额同学再给大家咱们还有三分钟的一个时间，咱们的名额就截止了。刚才这段时间已经报名成功的同学呢可以在聊天区啊打上已报名。画布怎么购买，班主任老师那里啊都会给同学们的讲咱们的画布怎么进行购买呢，网上随便便都可以买到，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到，非常的方便啊，比在老师这里买还方便，因为老师在这里买呢这个画布的话老师呢给同学们发，你还不如在周边的一些画材店，哎呀都轻松的可以买到，对吧。好，那么今天呢课程啊咱们就进入到尾声了，没有抢到名额同学抓紧时间了啊，今天呢主要带同学们完成一张刮刀作品啊，你看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这张作品啊，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味道，你这个深色里头呢一定要有一些变化，你看你对着你侧过头来你对着这个灯光啊，你不要让它反光，在一个哑光的一个状态，你看这个画这个深色里头的颜色层次非常的多，我现在呢最喜欢的一个颜色呢就是属于这张画的一个深色区域啊，这个颜色呢是比较好看的。然后就是这几笔啊，这几笔也是画面当中比较精彩的一些地方，包括每一个颜色都组成了画面当中可以审美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就是这张画，甚至你有的时候你把它倒过来进行欣赏，这个就是装饰抽象绘画，抽象绘画呢它其实把美呢更直观性的提炼了出来，写实绘画呢它的美啊只能够通过物象进行传递，真正的绘画的一个美感呢不局限于用笔上，不局限于调色上，还有着很多的一些因素，哪怕是呢你单纯的就感觉这个画笔啊这一块颜色拉这样划过来感觉很美，它也是一种美的存在，为什么我在上面又用刮刀呢刮上了几条线，就是为了给画面当中好像是给它赋予了更多的一些绘画的语言，让整个画面有更多耐人寻味的一个地方，对吧，甚至说这个手呢不小心摁在了上面形成了一个指印，那么多年以后呢这个指印和画面呢形成一个融合，你就会发现这个画呢去了这个地方好像是就不太行了，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画面啊。还想看这个迎客松，这个迎客松并没有怎么好好去画啊，因为这个画面呢只给同学们进行一个演示啊，没有课前的一个额外的一个准备啊，主要是这棵树吧，同学们可以看一下这棵树，对吧，还有这个远山给同学们演示一下这样的一个山体，因为这是一个废弃的一个画框啊，简单的去画了画。好，没有问题了吧，贵妇人的头像吗，啊，没有感觉到。行，那咱们今天这节课呢就到此结束了。百正玫瑰再结一次啊。百正玫瑰花，我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之前画的这个玫瑰花啊。这样吧同学们，咱们呢等到咱们后面课上老师的会详细的教同学们这个玫瑰花啊，玫瑰花呢就不让同学们截图了，拿不到啊，因为我后头这个画呢都积压在一起落在一起啊，后面很多，这只是一个屋子里的这些画呢还不占我所有的画的20%，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么这个玫瑰花呢后面就教同学们去画了。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到此结束，同学们再见。